他就是国小就长差不多这样了。这个的话就我们两个都一样的，就从小差不多长就是长这样。啊，他国小长这样就是看起来比较派。一下的话就是，就不是现在应该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，就是没有那么沉稳，然后笑声就笑声也像假笑。